为了让您更轻松地掌握基础飞行技巧，本视频将为您介绍 DJI Mini 2首次飞行的注意事项。打开 DJI Mini 2外箱，依次取出产品及配件。注意，可在背包顶部拉链取放备用桨等配件。新机电池处于休眠状态，需将电池充电约一分钟即可唤醒电池。安装电池时，打开尾部电池舱盖，向内推入电池，顶住电池卡扣外壳中央，向内轻按，听到一声后，便可确认电池安装牢固。电池可以通过 Type-C 接口或选择充电管家进行充电。另外，将电池安装在充电管家内，并使用 USB 线连接充电管家及移动设备，可实现充电宝功能。从遥控器下方取出并安装好遥杆，拉开移动设备支架，遥控器转接线收纳于支架凹槽内，右侧带有遥控器标志的接口用于连接遥控器，左侧接口用于连接移动设备。从左端取出转接线接头，绕至防滑脚架右后方，将移动设备放置在防滑脚架上，使移动设备接口朝右，向上拉伸支架以固定移动设备，随后把转接线接头插入移动设备，连接遥控器，短按一次，再长按2秒遥控器电源开关即可开启遥控器，随后依次展开飞机机臂，并取下云台保护罩，短按一次，再长按2秒飞行器电源开关开启飞行器。打开手机应用市场，搜索 DJI Fly App 即可下载安装。注意，包装内的飞行器和遥控器默认已对平。打开 DJI Fly App， 跟随 App 页面指示进行飞行器的激活操作。如果你已购买或打算购买 DJI Care 服务，需要在激活48小时内完成购买和绑定。首次起飞，请确保在室外开阔场地进行，不要在室内飞行，以免误操作损伤飞行器或其他周围人和物品。起飞前，将遥控器档位置于 Normal 档，检查桨叶是否安装正确，确保电池安装牢固，云台保护罩已拆卸，请检查是否已插入 SD 卡，然后将飞行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，注意机尾朝向自己，打开 DJI Fly App， 进入开始飞行，请在安全设置中将返航高度设置为高于周围最高建筑的高度，如遇到 APP 异常提示，建议遵循 APP 的提示执行对应的操作。点击 APP 左侧起飞按钮，长按弹窗，飞行器将自动起飞。起飞后， APP 左侧图标变为降落或返航图标，点击左侧降落按钮，长按弹窗，飞行器将自动降落。如需手动起飞，以美国首为例，请将两个摇杆同时内八掰杆，桨叶转动后松开摇杆，然后左手向上轻推油门杆，可实现手动起飞。遥控器左边的摇杆用于控制飞行高度与机头朝向，右边的摇杆用于控制飞行器前进后退以及左右飞行。当您掰杆启动电机后，若飞行器未起飞，下拉左边摇杆，飞行器的电机将会关闭。若飞行器已经起飞，下拉左边摇杆，飞行器将会降落。注意，飞行时松开摇杆，飞行器即可自动悬停。短按遥控器上急停键，飞行器会紧急刹车并悬停。飞行过程中，请把遥控器天线对着无人机，以获得最好的信号质量。在 GPS 卫星信号差或在指南针受干扰情况下，若不满足视觉定位工作条件，飞行器将进入姿态模式。姿态模式下，飞行器无法定点悬停及自主刹车，需要尽快降落到安全位置。点击右侧拍照功能按键，选择拍照、录像、一键短片和全景模式。右下角的相机参数菜单用于调节相机参数。
也可以通过遥控器左端的云台波轮调节云台俯仰角度，右端拍摄按键控制拍摄，前侧切换按键切换拍照录像模式，录像模式下直接拖动 DJI Fly 飞行界面的变焦按钮，或双指在屏幕做放大的动作，或按住遥控器 FN 按键并调节云台波轮，都可以实现数字变焦。点击右下角的回放可以查看已拍素材并下载，飞行器默认在飞行中，后台下载照片原片。此外还可以在 DJI Fly App 首页相册查看机身素材及本地素材。在飞行过程中可以通过遥控器中间的滑块切换飞行模式，普通档使用 GPS 模块和下视视觉系统以实现飞行器精确悬停、稳定飞行、一键短片功能等。点击 APP 左侧图标，长按返航按钮或长按遥控器的返航键，飞行器将会自动返航。以下几种情况飞机也将执行智能返航或降落。当飞机判定当前电量只满足返回至返航点时， DJI Fly 将会提示是否执行返航。当飞机判定当前电量只满足降落，将执行强制降落，用户可通过向上打油门杆减缓降落速度，同时可以操作飞行器进行水平方向的移动。当飞机与遥控器的遥控图传信号断开后，飞行器将默认执行智能返航。当您需要关闭飞行器和遥控器时，短按一次再长按两秒电源开关即可关闭电源。收纳时整理并使用束桨器保护桨叶，避免因压迫导致桨叶变形。安装有 DJI Fly App 的手机移动设备未连接遥控器，就可以直接访问飞行器内的照片和视频，并且实现高达 20MB 每秒的下载速度。开启飞行器电源，待飞行器飞行状态指示灯自动变为黄色快闪时，长按两秒指示灯按键，指示灯将变为蓝色闪烁，切换成功后自动变为呼吸闪烁状态。开启移动设备的 WiFi 和蓝牙，打开 DJI Fly App， 系统将会自动弹出飞行器连接提示框，点击连接。连接成功后即可访问飞机相册，并实现稳健高速下载。请注意，首次连接移动设备和飞行器时需要短按一次指示灯按键进行确认。当飞行器通过遥控器与移动设备连接且未起飞时，开启移动设备的 WiFi 和蓝牙连接移动设备和飞行器，并进入回放相册，点击右上角的手机快传图标便可以访问飞机相册，并实现文件高速下载。进入相册，选择所需下载的视频，点击下载按钮，可以选择完整下载和分段下载，点击节选下载。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进度条来选择视频的起始位置及终点位置，进行所需片段的下载。